明天就要比赛了，好好休息。你是不是忘了件什么事儿啊？忘了什么事？我东西都收好了。明天我要比赛了，你不给我加个油吗？哦，加油。行，就这样吗？嗯。你不祝我夺冠？比起祝你夺冠，我更希望你可以平安的回来。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既然上场的那个人是我，那就得按我的方式来。我觉得下次你多加油的时候是这种程度。哦，我的意思是拥抱总比加油要更能激励人心。那么现在我感觉到非常非常充实的能量了，谢谢你的加油和打气，谢谢，我们明天见。 Goodbye， 明天见。哎，我也走这边。哎，